又擦，又或者是它有标明了白天跟晚上都可以擦。架起手机，开启网络直播，八点档女演员张家玮化身一日直播主，教大家美白秘诀。我们再来说是自由基的产生是为什么呢？与药师一问一答，面对生硬知识也能快速理解，讲起皮肤保养颇有一番心得。毕竟看看张家玮本人，双颊红润，肌肤吹弹可破，他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就是找 SPF 数值最高的，然后加加加也最高的，这是最保险的方法。身为演员的张家玮，在刚下档的《明视八点档》《黄金岁月》饰演一名网共公司的企划员，精湛演技备受肯定，直播间与网友互动自然，但他其实超级紧张。我好紧张，像恋爱中的小女孩一样扑通扑通的，心里一直跳一直跳。我必须要随机，然后再加上反应能力，加上我有任何状况马上 hold 住，不能露出一丝慌张的表情。不止演员当得好，最近还从戏剧圈跨足主持界，成为助理主持人，跟着胡瓜、阿翔一起上山下海，完全没有偶像包袱。但出外景难免会风吹日晒，而他自己有一套保养方法。平常拍戏也要外景，又或者是我主持的时候也要外景，所以呢，我会食用一些美白的保养品，用吃的。然后再加上吃一些维他命 C 啊、维他命 E， 然后多喝水。张家玮从内到外不断进化，成为全方位艺人。这回开直播与网友互动，也是新的挑战。《明视新闻》周秉瑜桃园采访报道。